boss 出来啊，小兵还会出来，因为那边就是一个小兵的点。里面是有一个生怪砖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环境就是会生那边，跟女巫小屋一样。它会生超多吗？会。哇，那我现在先去上个厕所。不用怕啦，就是有深海鳗鱼，马上就可以跑掉了。哦，好，先尿个尿。先看一下这张地图。为什么把跟猪养在一起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那边好挤哦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也是暂时的。然后为什么两只猪被分隔在两个圈里啊？左一个右一个，好、哦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怎么这样？不残忍吗？我记得猪原本在这的啊。我也记得猪原本在这的。坏。这个像狗叫声的是鹦鹉发出来的吗？汪汪是，那种。真的耶。我好紧张啊！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！太兴奋了。你得出去郊游了。我们还是得先睡觉。哦，睡觉，要等晚上。后面是晚上嘞，暴风雨也可以睡觉哎，真棒。可以啊，因为暴风雨比较危险。嗯，那海里面需要带铲子吗？带吧，我有沙子、啊。那斧头需要带吗？不用，应该不用。也可以啦，你想砍怪的話。看你的门呢、啊？哦，对，對我带个好。那、啊、船需要带吗？要，你要过去啊。当然要，你要游泳。那我搭你的船就好了。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不带船。带一个工作台，这边有十个工作台可以用呢。有观众很会找地图的吗？能告诉我知道往哪走吗？万能的观众。东南呢？要。真的吗？东南，它这个地图就是一般的地图、啊。哦，这样哦。对啊，也你往 E 跟 S 中间走就对了。E 跟 S 出发喽。是正南。E 跟 S。开始。你有小地图吗？有啊。就 E 跟 S 啊，你有看到那个地图旁边有？哦。E 是东啊 ，S 是南。哦。朝那个中间走就好了。带个门。我们要骑马。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要拴绳啊？不然就是要带个栅栏。可以拴绳啊。就是把他们丢在船上。哦，好有道理啊！那就这么办。那我还是带个船。那我要带两个船呢、欸。那我也多带一些船，反正船还有位置。老黄飞电，我还可以来赛跑哎、欸。Yeah! 真的太多半砖了，你看我这只跑得超快，再跑、啊、好，我要骑我的马了、啊、走吧 Go go 应该骑没多久就要搭船了吧？就像现在，你看我现在是没有按 Ctrl 的、欸，这匹马超级快，那该下马了。我想把它带走。对啊，
马上的了船吗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噔噔，好像上不去、欸，让我丢脸。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过小笨马，你害我好丢脸。还真徒步哎、欸。好了、啊，我们的旅程长。也是，反正很近。哦，对啦，要水要水，每人三瓶。耶！呼！嘎恰嘎恰。我要药水、那个药水是什么时候的喝的？就下到水里面的时候、啊、因为那个是亮亮药水，亮亮三罐夜视吗？嗯，三罐夜视跟水下呼吸。要水下呼吸哦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附魔的水下呼吸只是让你比较不用换气。远方的那个山看起来好像鲁鲁米的头。鲁鲁米？哦，你是有洞的那个吗？没有啊，我们现在的北方的那个。你回来拿药水啦。哦，我在海滩呢。回来、啊？你怎么还在海滩？啊，我不是要从这边下水吗？但是我们要拿药水，啊，你帮他拿好了啦。好好好，拿过来。从远方看，我的甘蔗大楼真是气派，超大。然后上面的树有点歪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有点歪？可恶、啊！因为它那边刚好长得比较凸一点。可恶，不高兴。如果是这种项目就会刚比较刚好。这地板都被炸成这样，好像把它补起来。我自己有没有听到？那不是我炸的，我炸的是另一边。你知道他拿那个三叉戟去做高压空力炮，再让他、啊、再让他爆炸，然后就超大一个洞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坏？因为我想要拿头，我要抢头。哎、欸，给你，东西箱先放出来。我身上各拿一罐了。一罐而已吗？我其他放中介箱哦，啊，到了、這個、我就先这个也先喝一罐，这是什么？打怪用的。哇，好酷酷啊！力量加速，力量加速酷，所以力量跟加速是要打架的时候喝下去这样子。对啊。好，看一下，我确认我拿的是修补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丝绸之处哦，好。打下去，蹦就变成黑曜石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要搭繁星的船。我要跟繁星走。哎、欸，我在海上也可以丢三叉戟耶。好希望那这个爆掉。你这个有修补吧？有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在繁星的后面打繁星吗？不行。太过分了吧。不是我是怕我在这边丢，然后不小心就丢到繁星之类的。走吧。哦。繁星带路。不是走 ES 吗？对啊，但是我怕我们会走。哇，大哥那么酷。走超过之类的。最保险是那个遗迹附近的沙滩上面有牛。有牛？哦，对，直接就是那个。就在那边喝。那我们应该等一下载一只牛过去，放在那个遗迹上面。哦，遗迹在海面上。遗迹在海里，海底。那我们怎么海底鸡？哦，原来是海底鸡的部分。海底遗迹、啊。可恶，好想要打开那个自动跳跃哦。自动跳跃没有比较快、欸。没有比较快哦。是哦。嗯。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不要那么懒嘛，不然你挖开。反正你现在那个效率那么高。可恶，你们怎么跑那么快？我掉底下去了。你是跑酷高手。
对啊，你改天要不要来玩跑酷地图之类的、啊？他上次已经玩了坠落地图了。哇，欸、那个地图要怎么开大一点？我在好小哦。开大一点。对啊。做小地图哦。对啊。地呀、啊。地是不是好？哦，真的哎。对啊，我怎么变回来？地地地。我地地地啊。嗯。当你打了，我觉得这场很无聊的时候，就可以全凭地地。那我就会检举他。白是不是真的好远的、啊？而且他地图是随机，好像不会跳最近的。哦，是啊，所以换下一张会是一样的吗？有观众知道吗？看到你们了。其实我们也不用担心，我们就再换就好。如果可以随机的话，再换一张。我好想要用波涛、哦，就直接丢过去，嘣。哎、欸，很容易摔死哦，你小心哦。是啊。对，波涛会摔死。我没有轻盈哎，怎么会摔死？波涛是像那个中介珍珠那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是像中介珍珠那样的东西吗？对啊。不像，中介珍珠是瞬移，阿尼那个的话比较像人往前冲，往前转圈圈。转圈圈。你看小草泥马超可爱的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超小，他头还是一样长，只是身体变小了，对啊，好可爱，我没有看到变大的感觉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下在这边弄一匹马之类的，可是在森林里面跑步，有爱吗？没有带，难跑啊！这边太崎岖了。八三一四，算了，没有方块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我有哎、欸，我也有。好了，是最近的哦，哦，感谢。你们都肚子都不会饿哦？不会啊。会啊，但是跑到剩四个再吃就好。要吃东西再停下来吃就好。对，因为剩三个你就跑不动了。对啊。到了吗？臭狗狗，要养。哦。看这边。每次都路过捡到一堆羊排。对啊。那他为什么要咬羊嘞？他又没有要吃他的肉。对没？这个设计也太不合理了吧！好歹就是留羊毛就好了，捡到羊排真太不合理了。后面就只有狐狸会吃东西了。哦。对啊，他们就只想杀生而已啊，享受那个杀戮的快感。吃剩的应该要是留下骨头给的。对啊。而且狼不吃骨头哎、欸。为什么我们是跟着胡子走？哈哈，因为我现在跑第一。那现在，然后跟人家转弯。那我们就突然转弯。不就往东 ES 吗？怎么会转什么弯呢？可以先往 S 走啊。我们已经。啊，我越跑越顺手了。在中间了是不是？还没，我们走一千多个了哎、欸。哇，我们好会走啊。哇，等一下回来的时候也还要这样子走哎、欸。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了。这边的狗狗好愤怒啊，都在杀生，坏。要开始生怪喽！一只。我们还在对的方向吗？在往 ES。没事了。我都不习惯拿盾牌、欸。我那天喷装之后，盾牌就忘了做了。哈、啊、哈，炸不到我、哦。要炸后面的啊！欸、如果你喜欢玩 TNT， 那你真的可以玩泰拉瑞亚。你隔壁。哇！哇，好多好多怪哦，好多。冲啊冲啊！不我们全身钻石装，没在怕的。咯咯咯咯咯。不，你后面的人会怕。
我屁股好像好多剑了、哦。我们还没到吗？很美，完全没放大。哇，好开心！啊、掉到洞里面了。我小心小心，我之前带着马掉到洞里面才崩溃。哦，到水了，有船了。这样出得去吗？好像可以。可以吗？嗯，好像不行啊。有啊，有一个转弯。啊！上船。有一个小转弯。哎、欸，我坐在船上只能180度转，好烦、啊。对。你不要乱转，你的盾牌挡到我的视线了啦！哦，拍谁？拍谁啊？超气！我左边的视线被挡到了。我们出去啦！哇，这样划船也好快、啊。还是没放大吗？我们已经在海上了。还没。有福利帕。这么的远呢、啊？不然先往 A 4走就好了，不要乱玩哦。很不受控，很像那个校外教学管不住的小朋友。对，就是我。哦，到陆地嘞。哎，这边只是个湖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楼下有城市哎。大湖有吗？有吗？欸、我们去玩。可以，可以吧？那就表示有东西。跳水。哇，好黑。还有城市，哦、有吗？有吗？可是小那小地图片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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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哒，啊哒，是我没看到建筑物啊？没有没有，不一定是建筑物，自然生成。掉了鹦鹉螺壳跟腐肉啊，然后我知道为什么会有金锭的啦，城市掉的。哦，城市会掉金锭的、啊。前方又一。人那么好，怎么拿三叉戟的啊？沉船啦、啊！沉船，我要挖沉船。好啊。进啊！在哪？在这里。一下就看到了。有吗？哇，哇超深呢、欸。对啊。又有了，又有了。哇，好大哦，这个沉船。哎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盾。怎么了？拿三叉戟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紧张一下而已。好。哎、欸，小小小僵尸拿三叉戟啊！好可爱哦。你想看吗？我先来搜刮一下。哎呦 ，TNT 你的最爱。先来呼吸一下。要给鱼竿自己打。三叉戟，击打！哦，你把船射掉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想说，给个……哦，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会一直射，他会一直射。知道他会一直射啊！我想说引到船上啊，因为那边爬。为什么要引到船上？留给鱼竿。因为我也想打。